我在说什么？你现在在想什么 ？Well, 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my channel。你好做作啊，今天。对，怎么回事？你今天？今天怎么又？因为人家穿粉色就很扎，我这也是粉色，怎么没这么做作对吧？就很温柔，挂着我的耳钉了。啊？挂着，没事。来吧，温柔今天。今天温柔小。为什么今天很运动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不然又忘了。又忘。Hello everybody, here is 小森。哦，不对，不是你。Here is 小花。小森。小李。不是，我想说你真心机。我俩扎头发，你一个人在披着，心里脸可小了。然后刚刚这样。我是那个什么龙吗？就是有个龙是这样的。实不相瞒，能不能刮个马尾？嘿，暴露了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演扮的扮演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扮演的是王一博的女朋友。那不可能是这两个了，就是这个了，小哥哥。你想啥呢？王一博这么喜欢中国风吗？说吧，王一博喜欢什么风？现场给你走一个。说叫什么欧美风吗？王一博说，我喜欢。王一博说我什么风都喜欢，就是不喜欢你。不喜欢你。天啊，我可忘了。来吧，就是。你今天要看什么呢？你的眼光，这个眼镜能不能做成反光？离后面点，到时候化妆卡不进去。离后面一点，真的卡不进去。哎、不是，坐高点，就这么高了，能怎么办、啊？你说你这……哦对，哎，后面你要不要过来去？他就是那个我们宿舍的小柳，好不好？对，小柳，是被说，就是在我化妆的时候叫我去。你今天没化吗？行，我预约你，好不好，小柳？预约你，下一次带着小柳一起溜，带小柳穿六六，你知道吗？六六，人家没跟那么可爱的女孩子，竟然有人说是男孩，还说我们是男女混住。对，哎，搞惊呆了，我说什么是男女混住？那我们得有多疯狂、哎？来，后面这个是小王，哎，正好那个上次弹幕说缺个小王。小王露个脸来，哎，咱们宿舍小王穿溜溜，咱们小王一露的话，他们就说阿姆主你出去吧，让他来当。对，哎，咱们宿舍没啥一个姓都没有重的，小李、小孙，我们宿舍还有一个妹妹，小王，他叫完颜，还有一个姓完颜，阿古打的后代。哇，我觉得我今天妆是不是有点粉？这正好配吗？啊，专门贴了个双眼皮儿。还防晒吗？你现在录视频都这么做作的吗？不是，这是真实吗？哎，今天下午宿舍就我一个人，我在那化妆，我就自己在那画，然后完事又贴个双眼皮，怎么样？你为啥不来看我们呢？你又躺了一个下午。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？你又躺了一个下午。对啊，为什么要看你？就是来看我们，就不会变成你自己躺一个下午了。王一博的女朋友会去看你吗？哼，咋的？这是个人吗？小王露个脸吗？小王露个脸吗？哦，对，你没发现我跟小张今天穿的是同款衣服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参加学校的一个颁奖，就是他们参加了国家的国庆的阅兵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要回来给他们颁个奖嘛，来发个奖状。天地梦想都能在心田。干嘛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上个视频，竟然有人说就是。一个是美声，一个是美声，一个是流行。难道我是流行吗？难道还不成熟吗？既然大家那么喜欢听我唱流行，那么下一次就么来个专场好了。你记得吗？你记不记得？我现在给你弄，你说给你弄个美声的专场，怎么样？唢呐，十首，十首那个什么。咏叹调联写，好不好？哇！夜后的那个，
魔笛，魔笛，魔笛，夜后的那个个人单曲，给你来整一首，怎么样？话太多了，我。复仇的火焰在燃烧，我唱完可能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是否唱完后面的视频就看不到，可能我的生涯就此就结束了。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对，是吗？咱小孙是谁？小孙是王一博女朋友的朋友，能差吗？小孙是王一博，小孙是王一博女朋友的舍友。你这个关系越说越远。然后王一博女朋友她是住哪个床位呢？二号床。别逼逼，我们今天有任务啊，有任务。暂停音乐。我们今天要看千呼万唤使出来的，不忘还是《陈情令》泰国见面会，王一博唱的不忘。我们之前的视频呢，已经出过，就是那个 MV 版的，对不对？不忘。Yes。还有一系列的人物单曲，然后呢，好多人就给我们评论，一定要看泰国见面会的，不忘，对不对？啊，搞得好像我没有看过一样，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怎么度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家看连续知道了，你别说了，第七集有连续两天，连续两天，我一直在晚上就没睡，你知道吗？前天晚上在干嘛？在蹲他俩的。那个到机场说过了，刚开始还说到机场是一个时间，我还很激动，哎呦，说不定可以合体，说过了，最后一个晚上的啊，大家让我中间定了三个表，晚上第一个晚上 OK 没睡，第二个晚上干嘛呢？那必须是刷，就是爬墙刷那个我们陈情令，对不对？就是实时你知道吗？而且还专门加了那个群，还专门加了微信群。我俩先走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然后那天晚上我还感冒了，因为空调开太低，然后我就重感冒。你感冒了，嫌空调开太低了啊？那天晚上开22，这么火热吗？你的内心？哇，你说那个反正没，哎呀，我永远会记着这个夏天的那个晚上，那两个晚上。除了那个晚上，其余都很热。对，来自我们宿舍内的吐槽。所以我们是很，我们他俩不知道，我是很专业的。那我俩撤了。那我俩撤了，就是分半了，大家都没看。今天这个就叫小李的吐槽大会。对，就是前面那个标题就忘掉吧，不复存在的。不要这样。来，好，我们废话少说，好吗？来，开始。你每次说开始，你都不开始。他听到那个"我们祝福你的生日"，开始缓冲。每一次这个视频都难剪得很啊！说到开始，永远都不开始。从头好吧，从头好吧，刚卡了一下，太难弄了。从头。你知道我特别喜欢那个泰国他们泰国粉丝他们的那种热情，我贼喜欢。喜欢泰语的那个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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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是一个追泰剧的人，所以泰语听习惯，你没有觉得很，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啊。好帅，因为我的尖叫跟他们太，天哪，怎么回事？我就觉得王一博真的太帅了。他俩也真的已经上头了，在录这之前就已经跟我说就无比之帅，无比之帅。真的爱上王一博了，王一博真的，他真的很有魅力，真的。我昨天那个录完，前天录完，又在刷王一博，哇！对，我也是，我看抖音也在看王一博，太帅了。蓝忘机，王一博，哇，真的好帅呢。对，好帅。而且你知道他现在唱的这个版本，特别深情。哇！嘘嘘嘘！我天！我死了！好美啊，真的。头发丝儿都在发光的，深情，真的深情。
安吉听他这个版本跟之前安吉版本不是一个版本，唱的感觉不一样，现场肯定是不一样，跟录音棚里这个衣服好好看，好闪，嗯，香奈儿是我的风格，陈奈儿。跟我对视，他这个鼻子太好看了，你看他那个刚好撩人，太撩太撩，我不行。下巴上长了痘吗？哎呀，忽略俩痘，可能学习不足，熬夜了。这侧眼，我的天哪！这下颚确实绝了，但人家皮肤好好。你就觉得他这个版本的声音？音色都有延续，就每一个字。啊！王一博走向我了，他向我求婚吗？不是，是我们，对啊，是我们。啊！啊！听声带，听声带。每一个字都有延续，就是比那个 MV 是那种字儿一字一字的，所以整个声音但是它很干净，然后有点小奶音的那种感觉，但它这个整个是用气声来，每个字都有延长，就让感觉很深情，整一个这种语境都不一样了，就是唱歌的这个风格都不一样了。哎，它怎么365度360度无死角，哇，嘴唇有点干了，多喝点水吧，我想上去听一下。哎，这侧颜真的，你在下面叫了吧，我陪你叫了。哇，他手贼大，我感觉他手比脸都大，就是他就是这种，而他整个神色都很好嫩啊，那种感觉就是哇，这下颚线好好看，哇，这我贼喜欢，就这个，哇，你看到喉结，哇，看好，哇，好会啊，他好会啊，哎，如果一个男孩子这样深情的看着你，你多久没有遇到一个这么要的男孩子？我就热，他怎么什么角度都好看呢？而且你看，正好这个光打过来，他那边是暗的，然后这边是亮的。脸上高光就打有点多吧，不是光，它是屏幕照。哦，它这个是录的屏幕，然后屏幕录的它嘛。你看它这个笑，哎，你说它。我希望他一辈子不要结婚。我也是，真的。你现在不也结婚也可以了，找我好不好？你这个号可能会被骂死。哎，我之前还立 flag， 我说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很高冷的男生。那你有什么逼可装啊？啊！哇操！现在打脸了。啊啊！真的，我唯一喜欢的、哎、是他一个皱眉，或是一个他太微笑。或是一个展眉，哇，你知道人就很奇怪，往往你不想找的最后都会是你的那个人归宿，是吗？对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的归宿是王一博。
我走了。他就是他在想，这娃没有点自知之明还是咋？怎么回事？没有啊，这样说这样的话的我的人，哎、我又不是第一个。你刚刚说他会是你的，我觉得我们发出去弹幕一定是他是我的，王一博是我的，然后划过你的脸，全程都是。太帅了，他比我们大一岁，这他是我的呀。他比我大两岁，他应该会找一个想小一点，所以他不会找你。我吧，我觉得你太幼稚了。对。不不不，越高冷的越喜欢幼稚。他不喜欢天蝎座、嗯、对，那他喜欢射手座吧。啊，那倒也不太可能哦。太弱。哎，他好像是天蝎。你知道吗？他不管什么座，他什么跟我很配。他好像是天蝎。哦，他狮子座。什么天蝎座？我操，绝配，跟狮子座绝配。真的，天的狮子座，这天蝎座，你的刚刚那个臂膀就是，就是个健美。所以我要去跑步啊！我要去健，我要变成更好的自己，然后嫁给他。我不用变，我都可以嫁给他。你确实得努努力了。哎，大家不要听他们在这做梦了，我们就现实一点。我也不喜欢高的。我挺高的，我1.66米还不高吗？我1.75米。他也才1.8米，那不是对啊？1.8米配我1.65米更配啊，1.6米更好，20厘米。我1.66米，我不是1.6米，我1.66米，身高差1.6米。然后穿上鞋，我1.67米，蹬个高跟鞋，我1.7米了，怎么了？我不喜欢那么高的。你跟他在一块，你能蹬高跟鞋吗？我愿意为了他一辈子不穿。我服，我服，我现在也不爱穿啊。我服，还是为了谁啊？为了谁？你是谁？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啥呀？而且王一博还是我们河南人，所以说他不可能找，不能，所以他不会找河南本地的呀。这样影响基因的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对啊、外省和外省基因，对，外省和外省结婚孩子会更聪明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没事，他洛阳的，我河南，我郑州的，没事，那还是山东的话，那山东更远啊，山东这挨着呢，好吗？那也是远，那两个省份，那也是水土不一样，对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看也没这俩人，之前的视频还不这样了，之前视频我激动的时候还不这样了，现在给我抢王一博了，是不是？王一博真的很帅，不是还留了个肖战给你吗？不是很喜欢肖战吗？你还等着吧，肖战我得给你俩。拉进坑里，那你是没有看我给你推荐的视频？那你要都给我们推荐了，那你这辈子还能嫁得出去吗？不让我俩抢干净这个问题，我俩真的是啊，不说哇，确实端庄又典雅的所有男人，确实，我可是千亿男人的梦中情人，吃吧，堵上嘴，哪有千亿男人？林更新叫9亿少女的梦想，那我就是10亿少男的梦想。他为什么9亿少女梦想？嗯，他给自己封的。我不觉得他帅啊。尤其，其实林更新有点小金汉，有点像林更新，小林更新。我也不喜欢金汉啊，都不喜欢金汉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现在王一博是最帅的。你也不喜欢金汉了好吗？还好啦，因为金汉严重影响了我的宿舍生活。哪都是他，就看了已经无感了。然后你看这位昨天晚上我们才录完那个王一博，我梦见他了，就是跳舞的撩腹肌的那个舞蹈。然后我那晚上刷抖音就刷到了，然后昨天晚上就梦见了。对，我梦见了，我梦见他，我说要不要一块儿天蝎座，我说出去啊，我必出去啊，厉害，然后就一块儿出门了。就入坑就入这么快，这位也是录完之后开始刷。开始刷王一博，然后在那嘴都合不拢，怎么回事？你们还是高冷女孩吗？很高冷，哦，没有戴墨镜，没事，算了，今天为了算了，今天这么甜甜的，哦，音乐能不能放一下？大家说我甜不甜？甜吗？挂了，拜拜，别动你啊！好好，你还蹭人家词儿啊你！别动你啊！哎呦我天哪！就学王一博，王一博不说话，王一博不说话。
我喜欢这个样的，他喜欢这个样的，他喜欢这个样的。哎呀，我壁咚你啦！他喜欢甜甜的呀，他高冷应该会找一个互补型的。我肩膀不就是我吗？那你重新来一个。那我们就，直接爆了。那我们就挂喽，拜。你说小心我壁咚你啊！小心我壁咚你。姐。一想到你我就口红比梦久，消息只会蔓延流。哟，王一博是我的，王一博是我的。挂了吧，挂了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壁咚你，爱你。